中新社北京9月7日电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，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到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2日至15日在广西南宁举行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有关国家领导人将应邀出席开幕式等活动。完，资料图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。中新社发刘震慑。